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期货？因为现在暑假到了，很多人都会出国出去玩嘛。是。那可是有时候，如果你是两个人玩的话呢，拍照就很麻烦喽。哦，拍照可以留下一生当中的回忆跟纪念哦。是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拍照，有时候你要请那个。 有时候不好意思，你拍我拍你，两个人都不能拍在一起。是，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两个人拍在一起的吗？今天这个期货就很方便哦。好，介绍的就是休闲的勾勒拍。哦，勾勒拍啊。好，休闲呢可以勾在那一边，就很快乐的把它拍下去，叫勾勒拍，是不是？哦，名字取得很特别哦。对。好，就可以用照相的这种回忆哦。像小时候平常有没有把小的时候到大的时候的照片全部留下来？有。有。所以这是个回忆，一个过程。对。对啊。不觉得很珍惜哦？很珍惜。可是小时候的记忆比自己都忘记了。对。都是妈妈或是家人哦，我给你勾起那个记忆。看
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哦，对，一定要拍一张。我还没上面都要写说民国几年几月，对，在什么地方拍摄下来。嗯，等到有点大了，有点意识的话，长有点感觉，他就可以看得到哦。原来我小时候是这样子。对，把它当嫁妆。哦，真的不错。通常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可以自己都两个人就可以拍。是，因为一般好像这样的，我们都采用传统的脚架。对，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带一台相机，现在相机已经那么轻巧，是，再背一个那么长又那么重的脚架，真的很不方便。很不方便。嗯，而且自拍都好近的，像我们拿那个什么那个手机。 都是这样很近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在远一点来拍摄自己。对，啊，这个就可以了哈。是，啊，到底怎么叫做休闲的勾勒拍？勾勒拍，这个脚好奇怪哈。是啊，它就采用那种可以随意扭曲的部分哦。好，所以你随随便便旁边有一个栏杆，有一个柱子，是，有一个任何的空间，你只要把它夹住勾住，或者卷住，对，它就可以拍。像现在画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木砖，我们这样子勾住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个石头，它也可以勾住了哈。所以等于说，你看很方便，这个石头你是让它。 架在那边，你摆在哪里，其实它都可以拍照。对，而且现在的功能都可以说按下去以后，它自然等一下它基本上都要自己会拍嘛。对，没错。好，真的很方便。好，除了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要需要介绍？它其实主要的那个方式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它每一个它总共有三个角嘛。对。那每一个角呢，它都可以自己独立的像旋转扭曲，像霹雳舞。好像那个章鱼一样，它三只脚它走。对啊，所以你先想挂在哪里，扣在哪里，其实都非常方便。是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前面就已经头小一点，还可以戴头上。对啊，反正你手借我。 手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可以把它勾在，啊，真的，前面吸，这样勾住，随时都可以拍啊，蛮紧的嘞，对啊，摇晃下来可以，是是是，好，所以在我们前面桌上，你可以看到，光是摆就已经摆三个，从旁边，这里一个，这里有一台，对啊，这里一台，媳妇在什么上面一样，好，这里一台就已经三台了，好，我们还特别。 用一个竹竿上面也可以哦。是啊，我们示范一下来。这么刻苦的环境，如果是一般相机，你直接摆上面，你应该很怕相机就砰跌倒了。对，很恐怖啊。这个不会吗？这个不会，你看你只要固定住，然后两只脚就开始绕。对，很好笑。简单讲就把它打结就对了。对啊，把那个脚就把它绕在上面就对了。好方便哦。你看，看起来我好像乱绕，但是其实你就是让它抓着那个任何的固体。对，栏杆、棍子、棒子都可以。 哇，这个很发明人真脑筋，真的很好。对啊，其实它就已经很稳了，不会掉了。对啊，很稳定哈。嗯，啊，真的不错哎，很棒啊。所以它这个只有数位照相机可以用，还是说平常的一般的照相机都可以？基本上，因为我在相机的下方，我可以转给大家看。对，在相机的下方就跟传统的脚架一样，它有个固定的旋钮，有没有这个地方？嗯，所以一般的相机的脚架的部分里面，是它都有做脚架嘛？一般相机都还是有需要脚架部分，它都会有。那这个都可以接受。 都可以，一般相机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其实这个有点看到我们现在摄影机哈，我们现场录影，有时候电视机节目观众朋友都没有看过，我们的摄影机就这样，它就像一个旋转的一样，有个脚架。嗯，对不对？这是大。那以前都是这样大脚架，很不方便。对啊。对啊，像它都还要推来推去的哦，是，那好无聊哦。这个就不用，连在哪里拍到哪里哦，是，这么方便，你看看。 好，所以说这个很特别，当然任何的照相机都可以跟它做配备，都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怎么来勾呢？我们要勾就是这样一整组，就是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本身休闲的这个勾勒拍。好，休闲的勾勒拍哈。好，勾勒拍这样一组到底市面价要值？多少钱呢？来，5秒钟扣入解答。 这样一个休闲的勾勒拍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1号的来750元，好，750元来，2号的黄小姐，好，400元，好，3号的丁小姐。
相机没有包括，相机没有包括，就这个脚架而已。哦，这样哦，没有包括。好，不是说一组吗？不会啊，就这一组啊，你看到就这一组啊，这一组里面没有相机嘛？没有，没有。错还是错？好，按错了是吧？按错，我们的将错就错。哎，你们刚刚已经有上台过了，没关系，所以要听清楚一点点哦。好，才不会买错。好，我们小声认为850块。好，到底我们这样一个休闲的勾乐牌，到底要值？ 我感觉好像是网球呢，勾勒牌。好，大家值多少钱？要认为750。三号。2800。好，小珍。850。好，到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来，1、2、3。950。好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应该被唬倒了。小珍啊，你如果不想上台，你应该猜3800。好，850元最靠近我们的底下，我们再度恭喜我们小珍来参加我们。第四阶段的过五关比大小。